掌握华强北一手行情，不做二手韭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强北阿柴，每天下午打卡华强北各大市场，帮粉丝挑选机器。下午的三点半，阿柴也是准时到达市场，先过来飞扬的三楼，帮一位安徽的粉丝挑一台14 Pro 128G 的黑色。这是一台美版五锁的准新机，我们也可以看到新机膜还在。我们再看一下后面的标签，电池是一个100%的效率，然后充电也只有4次。这台准新的14 Pro 无锁机，我们在市场是花了4800块拿到，小伙伴们觉得性价比高吗？紧接着帮一位海南的粉丝拿一台15128G 的蓝色，这是一台美版无锁的机器，最近15和15 Plus 市场的价格也是下跌了不少。这台 128G 的，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标签，电池是一个100%的效率，然后充电也才100多次。目前像这种量级，市场的参考价是3900块，不到4000块搞定一台准新的苹果15，小伙伴们觉得划算吗？临下班之前，再帮一位江西的粉丝挑一台14 Plus 128G 的红色，这也是一台美版无锁的机器。最近阿柴发现卖这个无锁的机器是比较多一些，这几天确实无锁的机器掉价是比有锁的快一些，所以无锁的性价比最近还是比较高的。像这台14 Plus， 我们也可以看到电池是一个100%的效率，然后充电是零次的。这台机器我们在市场是花了3600块拿到，现在入手14 Plus， 小伙伴们觉得划算吗？要拿的机器都搞定好之后，阿柴也要回到办公室开始验机了。今天的市场行情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。